梦见买衣服，购物是女人们最爱做的事情了，心情不好要购物，心情好也要购物。那么做梦梦见买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衣服在梦中通常象征着人际关系的压力，它往往代表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思想，同时也体现出了梦者在生活中对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有所担忧。中老年人梦见别人给自己买衣服，预示着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，需要多留意，足不受伤。创业的人梦见别人给我买衣服，表示你最近运势很好，会有很好的工作势头。梦见在服装店买衣服，表示你最近在感情上会遇到难题，跟伴侣相处不会很好，但是单身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好感，会有异性邀约。求职者梦见别人给自己买衣服，预示着近期的求职运气不错。